嗱，个个日日都冲凉啊，唔通全部都识冲凉咩？咩话？冲凉都要识，冇错，冲凉冷知识，你又识唔识？瞓觉前大概个零钟到啦，食饭后，食饭后9:00-10:00瞓觉前咯，食完饭之后隔15分钟开始冲凉。食饭之前，原来食饱饱系唔可以立刻冲凉噶，因为饭后即刻冲凉会影响肠胃蠕动同埋消化功能，所以大家记住要饭后1小时先至好冲凉啦。15分钟到啦，大约系都系5分-6分钟到啦，冲一个钟头。哇，原来一般人冲凉嘅15分钟，体力先至大致恢复，而高运动量人士更加需要15至30分钟。嗱，虽然香港人咩都赶啊，但系冲凉千祈唔好赶，一阵好似冇冲过咁就唔好啦。洗个头先，洗头，先洗头。洗头冲身洗肠，我洗头先。嗱，好多人冲凉嘅时候都会先洗头，但系咁样原来令到啲血啊一下子去晒个头部，有机会引发脑血管嘅疾病噶。最正确嘅次序系点呢？应该系面啦，到个身，最后先洗头，咁啊啱晒数啦。向下高，好快极速冲完搞掂出翻嚟。我哋一般都冇听歌嘅。咁啊，专心洗头、洗头、冲凉、冲凉咯，敷 mask 同埋唱歌咯。嗱，好多人都中意冲凉嘅时候唱下歌仔，因为觉得特别好听啊嘛。原来系真噶，当啲歌声喺浴室发出，歌声就会来回咁震动，令到声音更加有立体感，同埋有重低音嘅感觉。喂，下次不妨开个演唱会啊！嗱，冬天只要有煤气热水炉在手啊，简直系冬天通行啊！如果唔想冲凉嘅时候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，就快啲安装煤气热水炉，享受源源不绝嘅热水啦！ Hello Kitty 热水炉配备自动恒温，仲有低至摄氏35度嘅水温调节功能，加埋可爱到爆嘅 Hello Kitty 陪你冲凉，真系一年四季都可以 keep 住叹舒适嘅热水浴啊！